第一个廖鸿吉那个侦查小队长我来不及，第二个那个龟人那个侦查组俊敏，哎，俊敏，我们就同仁交的电影就到200多万。第三个第五分局那交通田小队长，他田小队长他因为猝死，而且让他小孩子很小，妈妈又很老，那同仁就是自己要送电影就超过500万。那这个数目等于是我们一个感情的凝聚啊，也是给同仁一个安心的力量，也是彼此相互关怀啊，说就说那彼此大家都彼此互助啊，等于是个安定。